师杰修，那个我们要毕业了，谢谢你半年来的教导，要常常想起我们哦。我们就要毕业了，希望毕业典礼那天你能过来，然后我们一定要聊天聊得非常的好。嗨，文丹老师，我们快毕业了，希望你来参加我们毕业典礼。Hello， 文丹老师，我们就要毕业了，记得回来看我们哦。文丹老师您好，我是华威，我们要毕业喽，谢谢你在二下的时候教导我们数学。虽然只有这短短的几句话，可是我是真心的要跟您道谢，阿迪嘎达。文丹老师，谢谢你教了我们半年，现在我们要毕业了，希望你可以来。我们要毕业了，毕业快乐。文丹老师，好久不见，我们要毕业了，希望有人再相见。文丹老师，我们要毕业了，赶紧回来找我们哦。文丹老师，我们要毕业了，再见，拜拜。嗨，文丹老师，我们要毕业了，然后希望你可以回来看看我们，然后这是你可爱的小文丹分身。是，我们要毕业了，有空我们可以一起聚一聚哦。文丹老师，我们要毕业了，要来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哦，拜拜。我们要毕业，你要记得回来参加我们毕业典礼。好久不见，谢谢你在二年级的时候教导我，我很高兴。现在我们要毕业了，期待与你再次相见。嗨，我们要毕业了，要来参加我们毕业典礼。老师，我们要毕业了啊！如果有空就回来看我们。嗨，我们老师，我们要毕业了，希望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。好久不见，我们快毕业了，希望你能来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，不要太想我们哦。文丹老师，我们要毕业了，要来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，不要太想我们哦。文老师，我们要毕业了啊！谢谢你陪我们班，祝你快乐。Hello， 文南老师你好，我们要毕业了，然后要记得想我们。嗨，文老师，我们要毕业了，要来了，拜拜。文南老师你好，我们要毕业了，身体要记得保重。嗨，文南老师，虽然我们相处不到一年的时间，祝你快乐。文南老师，那个好。那这一群你曾经陪伴过他们的孩子即将要毕业了，然后我想他们常常会非常想念你，尤其是他们看到后面那一次就会想到你。那其中有某些同学其实对你的思念是更深的哦，所以在欢送他们毕业的同时，我想你们也让他们来对你说他们要毕业了。啊，毕业之后他们现在会飞往各自的方向，选填各自不同的学校。那也希望他们能够有您的祝福，然后在下一个阶段继续学习。那也祝你在求学的过程里面也一切顺利成功。好，三二一，美。嗨，文丹老师。对啊，已经开始了。我比划。开始了吗？开始了。这样就思考就按下去。